大家好，白马二十五路摆摊注意事项。二十五路我们当天有申请路权，但申请路权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。那我们一样是活动十一点开始，摊商的部分也是先到先摆，不做预留，因为我们没有收任何的摊商的费用。那再过来的话，我们不提供水电，还有大家所制造的垃圾，所有的摊商都要自行带走。让街道是干净的状态下，欢迎你们到时候一起来参加。